但是如果夸张幽默的语言和给出的细节描写塑造了阿尔当成为十足的吝啬鬼形象。在下面的选段中还出现了老子向儿子放高利贷、老子和儿子抢未婚妻的荒唐事。不过对于阿尔当这种只人前不认人的人来说，也许就算不上什么了。下面就请大家欣赏阿尔当、对不起，是千里人选段第二幕第一场。您听我念吧。
又大型火枪三支，相装备并有原配架子三支，又热毒一支，辐射能器两支，射程器三支，对艾滋留者极为有用。球桌一张，棋盘一只，与穿刺骨架人之额骨与具，消磨时光最为相宜。又蜥蜴皮一张，长三指半，内生甘草，悬于天花板上，珍奇悦目。以上各物，十值4500法郎上多，拜方求客邸，削价为1000矮铢。以求客邸，欠他五百，请问奸商，这么多银，我3000法郎买下来，600法郎都卖不出去。可是啊，如今条件再可恶，我也接受。哎，见不得人，简直不要脸。你说这怎么着？您走的这条路正是八里七走的向下坡路，欲知前路，买是贵，卖是便宜，您吃酒，我不要。你要我怎么办？这就是父亲给你赐的，你的儿子就不由此了。像我看，眼前爱财如命，我敢说，他俩公子名声的人，见了他就要发火的。感谢上帝，我没有上脚评价的意思。可是我那帮弟兄，他们的行为可离上脚评价太近了，我可不愿意和他们混在一起。把清单拿来再让父母。听现在第一下面是第二幕第二场。清单吧。